你要跟他告白吗？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做哎。我觉得告白就是要有足够诚意，你可以表现出你可以为他做很特别的事情啊。那像是什么事啊？像是你会变魔术吗？不会耶。你会写情诗吗？也不会耶。那要他跳一支舞呢？跳舞我更不会了，我是一个超级大舞痴哎。那你就绝对不能错过接下来北舞大姐姐的表演啦、啊！看完他们的表演，你一定更能掌握跳舞的诀窍哦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对啊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北一舞大。And in the heat of the moment, my mouth starts playing, the words stop flowing.